朋友一起来。那我们在云顶的外面啊，听说云顶里面装修好了哦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里面真的是弄好了。还没有装修好啊！过来呀！好了，现在我们进去看看里面。现在休息，吃东西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走了。云顶那边基本是还没有什么东西，还在装修。你的感想如何？他不理我，感想如何？好了，就这样了，让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